Hello，大家好。刚刚呢就上完舞蹈课了，现在是准备待会儿就打车回家。今天呢想跟大家念一些我最近在练的一些绕口令，也是为了把我的普通话练得更好吧。反正就想念给大家听听。OK，准备开始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穿越到了我的家里。好吧，就直接开始第一个吧。说实话，第一个还有点难，让我还纠结了那么几分钟，到底要不要念这个。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挑战，所以说呢，我就准备把这段在大家面前背下来。这段呢，是我几分钟前才背下的，用了几分钟听。挺好的，好吧，直接来吧。虽然中途可能会错很多，哎，不会错，我没有鼓励自己不会错，好吧。好，直接来吧。牛郎恋刘娘，刘娘恋，不行，不够顺畅，再来一遍。牛郎恋刘娘，刘娘恋牛郎，再来一遍吧。牛郎恋，OK，这边一定会对的。牛郎恋牛娘，牛娘恋牛郎，牛郎年年恋牛恋。主要是你知道吧？就是背这个东西啊，比读这个东西难，因为背着就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，读的话就很紧张。哎，也没有什么借口，反正你直接来吧，反正这边也不会错。牛郎恋牛娘，牛娘恋牛郎，牛郎年年恋牛娘，牛娘年。牛郎恋牛娘，牛娘恋。牛郎恋牛娘，牛娘恋牛郎，牛郎年年恋牛娘，牛娘年年恋牛郎，郎恋娘来娘念郎，念娘恋娘念郎恋郎念恋娘郎。应该是差不多，挺棒的。好，准备下一个。好的，我们就开始第二个吧。第二个呢，相对第一个来说要简单一些，所以说我就只背了一分钟不到。准备开始吧。男教练是女教练，女教练是男教练，男教练不是男教练，女教练不是女教练，好像发音不太标准，我们再来一遍吧。男教练是女教练，女教练是男教练，男教练不是男教练，女教练不是女教练。男男是男篮主力，女男是女篮主力。女教练在男篮训练男篮，男教练在女篮训练女篮。好像又说错了，不好意思，再来一遍啊。男教练是女教练，女教练是男教练，男教练不是男教练，女教练不是女教练。男男是男篮主力，女男是女篮主力。男教练在女篮训练女篮，男教练在女篮训练女篮，女教练在男篮训练男男。记错了，不行，再来一遍。女教练是男教练，男教练好像又说错了，不好意思，再来一遍吧。男教练是女教练，女教练是男教练，男教练不是男教练，女教练不是女教练。男男是男篮主力，女男是女篮主力。女教练在男篮训练男男，男教练在女篮训练女男。哎，终于说对了。好的，第二条就结束了，很棒。好了，我们直接开始第三个吧。第三个我也只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来背啊，话就不多说了，直接来吧。老龙恼怒闹老农，老农恼怒闹老龙，龙怒农恼，农更怒，农恼。好的，这边本来要成功了，可是很可惜。再来一遍吧。老龙恼怒闹老农，老农恼怒闹老农，
农怒龙恼农更怒，龙恼。好了，本人刚刚去确认了一下啊，现在这边绝对不会错了。老龙恼怒闹老农，老农恼怒闹老龙，农怒龙恼农更怒，龙恼农怒农怕龙。啊，不对，最后三个字错了啊。好的，再来一遍吧。老龙恼怒闹老农，老农，我说错了吗？不管了，再来一遍。老龙恼怒闹老农，老农恼怒闹老龙，龙怒龙恼农。我现在有点恼怒，还是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再来吧。既然立下了 flag， 我就一定要把它完成。老龙恼怒，其实这个难度真的是在背着说，如果背得很熟的话，说肯定很简单。但是我现在背的有一点，因为刚背下来嘛，所以说就有一点不顺口。不过我相信这边绝对会错。老龙恼怒闹老农，老农恼怒闹老龙，龙怒农恼农更怒，龙恼农怒龙怕农。啊，终于对了，好吧，今天的绕口令就到这儿了。嗯，行吧，大家就早点睡觉。我就等会儿洗洗就睡了。好的，拜拜。